蟹老板吗？画没有颜色。是蟹老板的画画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大象哎、欸，这是狮子、啊，这个是乖乖。哎、欸。干部，你拢差不多，内湖嘛袂歹啊。伫遮坐捷运就会使到啊，免塞车。来，哇，小乖有超级座位。耶。嗯，你有你的超级座位啊。然后这个是我靠，他吃嘛？你先去啊，我先去哦。哦，小乖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要吃那个？啊？妈妈去拿好吃的给你吃，你先。哇，这个可以画画，你看，我要画一个颜色，我要画这个。颜色，你看，我画一个颜色，还可以画一个圈圈，然后画一个星星哦，画一个星星，哇，我还有画一个三角形，耶，对不对？这是三角形吗？是啊，那我还要画一个圆形，画一个圆形，好像你的鼻子一样。哇，哇，有圆形，有星星，有三角形，那还有什么形？还画一个正方形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画在这里哦。画一个正方形，哦，这个是正方形耶。你要画吗？要。要啊，那画你画什么形？啊，怎么画弯七八八的？你再画一个迷宫哦。你再画一个迷宫哦。还可以换什么？